大家好，那我早上是人人有案题，那我们今天下午变成是人人有案题，再加上这个动民主搜民主那个人体实验，对，两个相加除以二。对，那我们今天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挑了一个实际的议题，那我们来模拟，如果今天网络上讨论的话，我们想要怎么做？对，那我们最后花最多时间讨论的是那个死刑的部分。对，所以我们今天完全没有写到扣，但我们写完了一整面白板，就如果刚才我在隔壁那一间的话，就我们从左边一直写到右边去这样子。对，那大概的东西你可以看到，我们基本架构是，这是我们现在讨论，我们希望以死刑出发，那会讨论到一些很细的东西哦，比如说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那个新制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中间的议题外面这一圈会是，我们会希望这是这些议题的分类，比如说你谈到死刑，可能会讲到法律，可能会讲到这些维持这些死刑的成本什么的。那哇，在外面这一圈中心的，其实就是大家要上来填的，它可能是讨论，那你可能是比如说新闻的连结。那希望做这个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对，比如说对死刑有兴趣的人，我进来的时候可以比较容易看到这一个议题它不同层次的相关的讨论，就是是希望等于是让更多人，你不用有背景知识的，你也可以进来可以看，然后可以贡献资料。对，那当然我们今天先弄完这个死刑之后还是想要继续把这个东西再弄得更具体。那我讲一些有趣的例子，就什么叫做具体呢？比如说，好，刚才看到旁边我们有一个是成本嘛，那我们就说，当我们开始讲到说，哎，那个这个东西一定会有人是来乱嘛，比如说你今天讲到死刑的时候，就会有说那个谁谁谁去死啊，或者什么那个法院说国民党家开的，哦，当然也有人说国民党是法院家开的，这个话像不一定是来乱的，对，但是 anyway 就是总之，对，像我们这一种，就我们会觉得，哎，好像其实你每一个分类下面，我们应该要有一些比较白话的话，就是我们叫乡民语。那乡民语可以从哪边来？乡民语基本上就有点像是被检举出的垃圾话，可能就可以变成是那个乡民语这样子。对，那我们接下来会做的事情是我们会想要在多找一些主题来，然后我们是接下来会直接放，会来试现在有的网络的平台，对，像我们现在会想要试直接把它放到那个 Adhocracy 上面，对，来试。那我们一开始先挑了几个议题哦，那第一个比如说同志婚姻，那死刑已经有了嘛，那再是这个性交易的除罪化或是合法化，然后还有大麻。那大家讲到这边的时候，觉得这群人一看就知道那个是偏向哪一派的，对，所以我想这样不行，对，所以我们后来就加了其他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比较正派一点，对，所以就多了什么合一住宅啊，然后什么这个大众运输的这个成本的问题啊，对，希望冲淡一下。不过但我们主要还是希望讨论那个，对，就是黑色这边的东西，对，好，那这边是我们今天大概主要做的部分。那另外打个小广告，就是我们那个动民主在那个，你如果看到这次黑客松的 Hashtag 的话，我们之后下个礼拜的动民主松，诶，人呢？好，这里下礼拜六是动民主的小松，然后会并那个绿客松，对，所以有兴趣的人现在也都已经开放报名了。那对动民主有兴趣的人，除了可以来这边之外，动民主自己也有开了 Google Group， 然后有 Google Group， 然后也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来那个动民主的 Head Folder， 里面有很多非常多东西可以让你玩。好，就这样，谢谢大家。